校长谭咏麟同麦嘉瑜呢日就出席音乐直播节目，提到校长早前出发去南宁举行巡回演唱会之前，在机场就帮一个抱住小朋友的妈妈攞行李，令到对方好感动，还写了封感谢信送给校长添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平常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。我对啊，应该我把它放出来是应该觉得应该宣扬一下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，是帮助人家嘛，应该的，尤其是男人，对不对？校长忙住巡回演出，仲要出唱片，会不会好辛苦啊？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专辑不会再出住咯，因为连我冇见过任何歌手咧喺短短呢连续几年系出咗三张唱片，变咗系咯。如果計埋嗰只嚟緊嗰只 MV 就係四張噶啦，又唔係一定要休息嘅，玩下第啲嘢啦，好嗎？